说忘就能忘。这么大的上海，让我自己一个人静一静。我看着悲剧，我还想笑啊。也许你已经知道《暗恋桃花源》的故事大概是什么。我们这一版真的很好看，而且好好笑。一起进入剧场，你会有不同的感受，不同的体会。我们到时候演出的时候会非常精彩。赶快去买票。